不至于这么慢吧？来个给结果的。来，第一题结果啥？function 对吧？第二题结果啥？第二题结果啥？是一，是吧？同意吗？对吧？就这回事儿嘛。来，第一题看一下，第一题在最上面 return 一个 FO，其实在最上面 return 一个 FO 就相当于在这块 console log FO，对吧？不是这么回事吗？在最上面那有一条禁忌，就是如果下面有函数的话，你就啥也不用看了，一定打印函数，对吧？如果下面有函数名是这个的话，一定打印函数，什么都不用想，对吧？因为它第四步嘛，优先级最高，就这个打印的肯定是函数，对吧？函数，这个呢，这个是在最下面吧，在最下面其实也有一条，对，也有一条，只要这个名在上面被赋过值，你就直接输出那个值就好了，因为它执行顺序是最下的，对吧？你不管是什么提升提来提去，最后 function，然后最后再改成十，最后再改成11，最后是不是就是这个11啊？对吧？是预编译的两个过程，对吧？然后咱们再回顾一下，回顾啥呢？咱就不下课了，行吗？行吗？今天啊，咱不下课了，咱连续讲完就得了。回顾一下啊，我马上啊，马上。这8:40是车呀？是回哪儿啊？是哈尔滨的吗？那是哪儿的？啊？那你走吧，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提前咋不说呢？8:40了，你们别跟着说，让他走啊！你们别激动，你们家里大庆的吗？你俩都走啊？啊，你俩这秀恩爱，这受不了啊！来啊，把两条说一下，咱说这怎么全是毛呢？来听我说，同学们。咱刚开始说那个总结两条，叫函数声明整体提升和变量声明提升，明白啥意思了吧？说那两条咱不用记了，就是预编译产生的环节吧。由于预编译才产生了函数声明整体提升，对吧？由于预编译才产生了函数声明提升，对不对？啊，函数声明提升。那现在问大家问题啊，我 word 一个 a，word 一个 b 吧，等于一个 function。现在我在上面访问这个 b 是啥值？是啥值？拜拜。Undefined 吧，是不是一看就看出来？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走函数那个，是不是走变量那个？对吧？啊，变量那个。OK。这8:40火车，这能赶上吗？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对吧？啊，明明回家已经很着急、归心似箭了，对吧？硬是不说，拖到8点，真的我实在不赶趟了，对吧？多么热爱学习，对吧？挺好啊，挺好。但最后秀了一下恩爱，这事儿不值得学习了，对吧？我们俩一起回去，这事有点恨人了，对吧？那行了，这是两条规律，两条规律之后呢，咱这样啊，来，好了，大家听我说啊，咱这样，咱找点题哈，找点题。哈，啥有没有都一样，来吧，咱看这儿啊，看这儿。还清楚吧？这个预编译弄懂了之后，以后函数执行的任何顺序怎么去执行，一行一行怎么去捋，你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啊！预编译就是解决这个执行顺序的问题的，能懂意思吧？啊，就是解决这个东西。所以啊，咱们学一个东西啊，一定要考虑到它怎么去用它，而不是说怎么去答问题啊。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来看这个东西，这是一道非常惊人的题，对吧？啊，长度非常的过瘾。但这题里面有个小 bug，听说？题里面有个小 bug 啊，这个 bug 在哪儿呢？这个 function C 在一年前，听说？function C 在一年前，这个谷歌内核是允许这么定义的，定义在 if 里面，但今年不允许了。那你就当它允许，OK？咱就为了练题而练一下题啊，你就当它允，就现在 if 里面定义一个函数声明是语法不通过的，能懂意思吧？是语法不通过的，但是过去可以，懂意思吧？但是过去可以，你就当它可以，行吧？啊，你就当它可以。
第一步先干嘛？看这么长的，赶紧先老实写吧，对吧？赶紧GO吧。GO第一步先扫呗，扫一圈一发现，哎，就一个 A， 对吧？就一个 A， 省心了，放到这儿 ，OK。Undefined 对吧？然后往下找 demo， 直接给忽略了对吧？因为 demo 在这儿呢。demo 在这儿呢，这个 function， 对，还有个过程叫，是完事了这个 GO， 完事之后是不是开始执行？第一步先把 A 变成100对吧？变成100，然后呢？然后是不是 demo 忽略了 ，A 也忽略了，直接 demo 执行对吧 ？demo 执行的话，那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来开始 AO 对吧 ？AO 里面至扫吧，有没有变量声明？有没有行参？先看有行参吗 ？E 吧，先来个 undefined 对吧？再往下瞅，有没有变量声明 ？B 是不是先给它拎出来对吧？在里面待着不行，拎出来，然后呢 ？C 对吧 ？C 然后呢 ？A 对吧？还有吗？是不没了？然后干嘛？第三步了吧？第三步怎么着？实参放进去对吧？实参行参先统一，是不是把 E 弄成一对吧？然后呢？开始找 function 了吧？找 function 有 function E， 有 function C 对吧 ？function E 来吧 ，E 在哪儿呢？第一个把它变成 function 对吧 ？function E， 其实这个 C 啊在这里面是提不出来的，因为它不允许。但是咱就当它行行吧。咱当它行啊，这会儿当它行，放这了。就是这块原来是可以的，原来的时候为了练，咱们这么来啊。行了，现在是不是一边完事了？完事之后来吧，开始执行。第一步不看了吧？然后这个 arguments 0等于2，这是不是挺绝？这是考啥？考实参列表吧？实参列表和那个传参的行参位是不是相映射的？对吧？相不相映射？相映射吧，叫你改我也改，我改你也改，对吧？是不是他俩相映射的？也就是他和谁相映射？他和 E 相映射吧 ？Arguments 零的二就相当于让 E 也变成二了吧？然后 console log E 怎么着？是不是打印出二？对吧？然后 A if A A 上哪找 ？undefined 对吧 ？A 是 undefined 的，是不走 if 了，里面的语句白瞎了对吧？然后 A 的10。就 A 这块变成10，哎呦，这块变成10对吧？咱先打一下这块，这块的 E 是什么来着？2对吧？2，然后 A 是10，这个 A 不看了，就再打一 B 呢 ？Undefined 对吧 ？F 等于123，F 这里没有对吧？这里没有，扔给谁？暗示全局变量对吧？暗示全局变量123对吧？放到那里，然后接下来 C 呢？打印 C，C 是啥 ？C 其实是 function 对吧？其实但是应该打印 undefined 啊。function 我就先这么写了行吗？这么写其实应该是 undefined 的，但是理想是 function 对吧？理想 function， 因为理想中它是被提升出来了，但是现实是 function 不允许定义在 if 里，能懂是吧？不允许定义在 if 里，以后大家记住啊 ，if 里面不能声明 function，OK、okay, 啊，不能声明 function， 这是今年刚变的语法。哦、a 是多少？十吧。然后外部的呢？这个函数完事了，再打 a。嗯，函数外面了，全局了，全局是不是得找 global 那个100吧 ？F 呢，在这里面找 F 是不是相当于在 GO 里面找 F， 就相当于在 Windows 上找 F， 所以说123吧，所以看看顺序是2 undefined 10 100 123对吧？刷新是不是2 undefined 10 100 123，没问题吧？结果你看这儿本来应该打出 function 的，其实打出 undefined 吧，那是没办法的事啊，没办法的事。OK， 是不是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吧？啊，我看看哪些题咱们能做哈。我之前带你们做过题吗？是不是还没做过呢？对吧？还没做过呢吧？咱看一看吧啊。来看这里面题咱能不能做啊？这个题啊，这题没学呢。这题你来做了吗？这题？做过吗？没做过，没做过。来来来，一起做一下啊！一起做一下。一般这种非常出色的题都是你陈哥出的，对吧？来吧，这种题应该比这个互联网公司的面试题难1万倍，对吧？
处处是陷阱啊。来，第一步考的是啥？它考的全是隐式类型转换，看到了吧？全是隐式类型转换，能看懂吧？来，第一个，来吧，我认识大家吧啊，有些人名我还对不上呢。咱大伙来唱首歌行吧？答错也唱行吧？看你们不吱声，达成共识了呗。OK 啊，张俊来了吗？张俊啊，好，来吧，张俊，第一题 ，word string 等于 force 加一，反映这个 string 的啥？哎，不用站起来，坐着说行，不用紧张。你会唱什么歌？来，先说结果，万一对了呢，对吧？万一对了呢 ？force 加一的啥？Force 加一，数字相加，数字和什么其他的东西相加？不是里面这个加号两边只要没有字符串就正常，因为正常为数字相加吧。数字相加的话，隐式类型转换成数字，对吧 ？Force 转换成数字的啥？零嘛，零加一是不是得一得一吧，对吧？行，这个算放过你了啊，是第一个得一，得一啊，先放着。然后第二个呢，一定得一啊，写着了。Word demo 等于 force 等于一，这句话咋解读？哎，判断它俩是不是相等，结果付给 demo 对吧 ？force 和一相等吗？一定不相等对吧？所以应该是 force 吧？哎，前面几个简直是糊弄小孩的对吧？啊，糊弄小孩的，所以这个应该是 force 吧？好，哎，这才是重点，来吧。这个哈，马世龙问，啊，我刚好看看呢，那个周海晶来了吧？周海晶，我看着你了，在这儿，来吧，就你了，啊，不是，你不用说全部，我挑一个最简单的问你行吧？这个 type of 是什么意思？返回类型对吧？好，就算通过了哈。马瑞龙呢？没来啊？他没来吗？那谁，嘉庆你说吧。啊，不是，我还没说题，我说嘉庆你说吧，下一个东西啊。Type of A 结果是啥？先说 A 定义没 ？A 没定义 ，Type of A 报错不？这么坚定啊？报错不？报错。啊，报错啊，报错。你肯定吗？那个，哪个小组？你要错了唱两句行不行？你要对了我唱两句。啥不行了？行啊，你们想听啥歌？告白气球。告白气球，好，告白气球哈。来啊 ，Type of A， 报错对吧？来。来，看啊 ，Type of A。咱别试 A 了，来个 B 吧，对吧？惊悚点，对吧？回车，不报错吧？来看 A， 是不是也不报错？再给你试验一下，让你死心，对吧 ？A、B、C 还不报错，看着了吗？还不报错，都是安迪范的，对吧？没，你刚才说是报错，你们是不是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吧？两句来吧，两句，来吧，随便来两句。啊，行，算你蒙过去了，下次不准唱两只老虎 A B C D 什么都不行啊。好，报错哈，记住哈，咱唱歌就是开个玩笑，记住哈，不报错，只有这一种情况，你用没定义的变量是不报错的，就是 type of 对吧？而且它的返回结果是不是字符串类型的 undefined 的，对不对？啊，字符串类型 undefined 吧。好了。孙超是不是走了？哎，孙超呢？哦，孙超请假了。对，贾伟没来，贾伟呢？暂时没来哈。许昕来了吗？许昕没请假吧？对吧？啊 ，OK， 好，来，许昕啊，问个题外的 ，Type of None 返回啥结果 ？Type of None 返回啥结果？来，旁边给帮助一下，场外求助一下可以。我
type of none 的啥？返回啥？type of 能返回零？哎呦我去！哎呀，还有报错的？来，有没有明白的？给我解答一下。不行，我心碎一地了已经。来，啥结果？四不串。来，黑衣服。哎呀，终于有个明白人了。是对象。我一开始是说了，我说 none 这个东西有个历史遗留性问题，这东西本来它就是个原始值，但是在 type of 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给对象占位的，所以他一直都认为这个 none 是个对象，能弄我意思吧？啊，他一直都认为 none 是个对象，特殊的哈。哎呀，这一考稀碎稀碎的哈。来吧，接着往后看啊，接着往后看。负的 true， 这是不是负 true 对吧？负的 true 是啥值啊？那个嘉颖呢？陈嘉颖，来吧，负的 true， 负的 true 最后转换结果是什么？啊，什么办的事？负一 ，OK 啊，负一，对了。那个卫生志呢？来了吗？啊，好，啊，你叫卫生志啊？不对，我记你不叫这名啊。啊，对错了哈，对错了。小伙我印象特别深哈，每次都挺好。来看这儿啊，正的 undefined 结果是啥？正 undefined 呢？你首先说它的趋势是啥？趋势转成 number 对吧？能转得了吗？转不了，应该值是啥？啥也转不了就报错。你见过也是类型转换报错的吗？你见过类型转换报错的吗？哎呀妈，你报错报出阴影来了对吧？是不是？凡是这种数学符号，你记住，凡是这种数学符号的隐式类型转换最多的就是数学符号，对吧？凡是这种数学符号，它趋势一般都是转换成数字的，转不了的，一般就是 nn 非数吧，但它还是 number 类型，对吧？好 ，nn， 那好了，负一加上 nn， 叫啥？负一加个非数，它能得出来数吗？得不出来吧？是不是还是 nn 再加空串呢？还是 nn 呢？nn 的串儿吧，是不是 nn 字符串儿？那行了，前面是啥东西 ？undefined 吧，后面是 nn 吧？那这个并能通过吗？哎嘿，你看咋读咋想对吧？咋读咋想？前面是不是 undefined 的？确实是 undefined 的对吧？后面是不是 nn？ 是 nn 吧？但是前面的 undefined 是字符串类型的 undefined 的，后面是字符串类型的 nn。字符串类型的是不是就都能通过了？你转换成布尔值是不是都变成 true 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定能通过？能通过之后是不是就能打印出这个东西来，就能执行这个 if 吧？所以说这块写一句话诱惑你嘛，对吧？你要觉得能打印出来，这个基础是相当扎实的吧，对吧 ？OK 吧，对吧？然后看这儿啊，幺幺加上字符串幺幺得啥？啊，别着急，不能那么算，对吧？乘除先，是不是先乘除后加减，对吧？那最后这个结果应该是啥？它等于三三吗？那最后得啥？等于幺幺幺幺二二。在开玩笑吗？你在开玩笑吗？这个乘法两边有字符串，不管乘法两边有什么东西，它都是要把它转换成数字的吧，你这个幺幺字符串被弄成数字一了吧？数字一再乘二，是不是等于二十二？数字，数字二十二加十一，是不是就等于三十三？等于三十三，是不是等于完事之后就能打印了？对吧？啊？不是，你这个十一是不是字符串十一？字符串十一减去字符串二，能减不？能不能减？这不也是类型转换吗？转完之后是不是剩这个了？剩九了？对吧？是不是剩九了？哎呀，类型转换你自己回复习啊。类型转换除了加号以外，基本上什么除、减、摩尔、乘等等一系列东西，它都是要把运算符两侧的东西转换成数字吧？转换成数字再对吧？是不是这回事 ？OK， 来最后一个惊悚，最后一个特别有意思啊。
叹号加叹号是不是双飞？双飞等于 boolean 吗？ boolean boolean 的是啥？这是啥？这是空串还是空格字符串？这叫空格字符串，不叫空串，对吧？空格字符串和空串不是一回事，空串呢是 false 中文，空格字符串呢就是 true， 对吧？非非空格字符串就是把它变成布尔值呗，是变成 true。 好，它变成 true 了。true 加上啥？非非空串，空串是不是 false？ 哎，加上 false 减去啥？减去非非 false， 那就减 false 呗。true 加 false 减 false。 true 加 false 的啥？ true 加 false 是不是得1？ true 就是1嘛， false 就0嘛，对吧？然后再减0呢，就是1呗。1的话这一货还往后看吗？前面是对的，不往后看了吧，是不是停了？所以后面的不可能打印出来，对吧？所以说，对吧？啊，你要觉得能打印，你就是那个，对吧？啊，那个，对吧？那 pork pork 对吧 ？pork 猪肉嘛，对吧？猪肉一坨猪肉嘛，不，一坨猪肉对吧？行了啊，所以这块啊，一定得注意这种东西吧，平时反复估掇估掇，对吧？啊，反复看一看这个题吧，你觉得？他出这个东西就不会出太简单的，他一旦想难为你的话就变得非常恶心。他为啥出那么恶心呢？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基础很扎实的话，恶心恶心不到你的。但你要不扎实的话，你稍稍他一变形就被骗了吧。啊，所以这种东西题出的复杂就是考你的基础扎不扎实，考你的基础能力的啊。看一些实战的题。实战的题。题，哎，是这吧？啊，课程里面题，那这几篇题给大家说过吗？啊，不行不行，这也做不了现在。哎，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哎，就喜欢这个。有一道非常牛的题啊，咱看一眼。现在能做的，咱就看能做的啊。若 x 等于一，然后呢 ，if function 啥 ？function f， 然后呢 ，x 加等于 type of f 对吧 ？type of f， 最后求 x 等于啥？是不是 type of 这块写不写括号都一样？我说过吧，我不说过对吧？那咱写上吧，对吧？咱别恶心自己了。哎呀，不行，这题讲不了，这题没到那个哎力学函数那块讲不了，不行不行，讲不了讲不了啊！哎，白激动了，我觉得这题挺好玩的。再往下看看啊。这题总能做几道吧？第一个 ，CSS 中 display 属性有几种，分别是什么？咱现在已知几种啊？三种，不四种吗 ？display 里面还有个 none 呢 ，none 值不也是个值吗 ？display none 我没讲过吗 ？none， 哎呦我去！哎呀，你们真头子呀，真是！这记忆力不能这样吧？哎呦，我看着你们想你们邓哥了，就我真纠结哈，真纠结。看好啊，同学们，看这啊，这块是不是有 element style？element style 是不是添加行列样式的？就相当于在这 style 里面添，对吧？我这块动态的添哈，动态添 display 等于 block， 是不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它本来就是 block， 对吧？但是我要把它改成 none 呢？它是不是就消失了？如果把一个元素的 display 改成 none 的话，这个元素就没了，并且连位置都不占，把这个位置腾给后面的人了吧？能懂意思吧？这是 none 的一个效果。其他那仨知道吧 ？inline 行元素 ，block inline block 对吧？各有各的特点对吧？这咱不复习了。这个记忆力啊，回去增强增强，好吧？哎呀，咋增强呢？哎，还挺惆怅哈。我跟你讲，
增强记忆力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多看书，或者多看任何东西啊。哦，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说过这个记忆的组成模式吗？没说过吗？对，记忆的模式是在原有的突触上搭建新的突触的，是一种物理结构的改变。比如说，你原有的突触结构越多的话，你脑子里面记的一些信息越多的话，你越可以更快的、更准的记住一个信息，能懂我意思吧？更快、更准的记住一个信息。比如说，就是很正常，就是人的记忆啊。你说有些老师，就小学老师、初中老师，他们讲课讲的非常厉害，确实有些老师取代不了哈。因为小孩子他脑子里的东西非常少的，你能给小孩子讲明白他未知的东西，那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个名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用小孩眼里看到的东西，他记住的东西，花花草草什么的，兔子、猪什么、萝卜什么的，对吧？鸡兔同笼嘛。为什么鸡兔同笼？不是说什么这个什么鲨鱼和什么鲨鱼同笼，对吧？为什么不这样，对吧？不好理解，知道吧？鸡兔同笼什么的，他都知道这个东西，所以脑子里他是有这个印象的。拿他已知的东西讲他不知道的东西，这个是很好搭建一个记忆连接的，就是在他原有的记忆蛋白上形成一个新的突触。这样的话是和原来东西有挂钩的，能懂意思吧？是这么个回事儿。咱们人的记忆也是这样的，当你摄取了大量的信息之后，你脑子里面有个信息的网，有了这个网之后，你接触新的信息，但凡这个信息和你这个信息网里面有一点的这个交集，你记起来它就非常的容易。就比如说1776年，我跟你讲吧，1776年发生好些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书叫《国富论》，第一次阐述了资本和财富的区别。第二件事是美国独立宣言。第三件事是美国一个妇女发明了鸡尾酒，这是1776年的三件事，这是我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读到的东西，能懂我意思吧？因为你记住了第一件事之后，后面的很多件很好记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哈。所以，唯一能淬炼记忆的方式，其实根本上讲，科学上讲，就是多看东西。你看的越多，你记得越深，能懂我意思吧？所以现在，我不是吹哈，我看过的书基本上不用看过第二遍，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我全能知道，而且基本上不忘。啊，基本上不忘。他们都说我有天赋哈，可能确实是有，但是我觉得还是说这个看的东西积累的多了，因为以前我记忆力也不好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记忆力非常强。你看我现在天天有时候休息也不好，睡眠也不规律，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但是我依然能记住很多事儿，对吧？啊，而且我备课，我从来都不背，我课我就背过一遍，这课我拿回来都是现讲的，从来都不需要第二遍，背一遍就够了，还需要第二遍干嘛呀？对吧？这也是哈。回去多看看东西，少玩点游戏，对吧？那东西越玩越痴呆，知道吗？啊，越玩越痴呆哈。那脑子变得灵活点啊，变灵活点。这东西很重要，人得重视内秀。古人不说嘛，叫修于内而张于外，对吧？为什么可以长这么帅？说明你读东西多，对吧？啊。对吧？啊 ，CSI 里面 display 只有几种，这还没完事儿呢，这才是咱们讲的四种。咱们讲完 CSI 之后，咱们能列出来十多种出来，啊，里面的知识好多呢 ，flags 啊 ，list item 啊，很多很多东西 ，table 啊 ，table cell 等等一系列东西。list style 咱先不管，往下看，看这个，这段代码中能看清吗？这块写了一个 display 啊，能看清吗？这个啊 ，div 里面有个什么？就一个 div 里面有讲，里面有两个结构。说这段代码中 ，box 一和 box left 和 box right 平行排列均分且没有间距，让你实现这功能，就是它想让这里面两个 div 平行排列，并且均分它的负极的区域，并且没有边距。好写不？就是一个占50%，那一个占50%呗，是不是咋写都能写出来，对吧？啊，很好写哈。什么两栏布局啥的，是不是什么都行，对吧？怎么都行吧。这比两栏布局还简单吧？它都不需要固定宽度，对吧？你直接 margin 留出来就完事了，对吧？这个不能写，下面的不行。找找能做的题哈，真的找找能做的。delete 也不行，还没学呢。咱们讲完下堂课之后，下两堂课之后，咱们做就很多了。下两堂课执行完之后。微电的题这不行，这也做不了。干嘛呀？这么多题都做不了。这题是不是咱看过啊？咱看过一个吧，对吧？第一题画三角会吧，固定宽高。咱说第三题侮辱咱们，对吧？啊，第三题出的 word f 等于10加上字符串20，那你求结果。
是哪个题啊？百度外卖的题对吧？啊，百度就是啊，如此不重视人才对吧？不尊重人才啊。第五题咱说过吗？五题咱说过吗 ？Window.fo 这个说过吗？没说过吧？好，说完第五题啊。哎，可下不能讲了。挺好啊，同学们，上课我讲的东西你一定得认真听，你认真听了之后你是有回报的，你最直接的回报就是你有一种提前知道题的快感啊，就是你面试的时候你感觉咱们在押题一样啊，我都跟你说这话了，感觉在押题一样，知道吗？有的题连一个字儿都没差，原封不动的出来了啊，一定得认真听我讲的每一道题哈，都不是说白给的，都不是说随便编一道题，不是那样的哈，都是之前出过的，而且互联网出题这么七八年的题，我们总结上一看，我的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吧？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嗯，就你感觉，哎呀，中国公司这么不负责任呢？我跟你说，你要说中国公司不负责任，那你上硅谷看看去，对吧？你会发现他们更不负责任，对吧？他们那个 leak code 十多年了都没变啊，十多年没变，就那一套，刷过就完事儿。所以硅谷里面吧，有一系列企业是这么做的，哈，这些企业的培养方式特别独特。好，就是说我们也是教育公司，我们呢？有能力让你能进硅谷的是 Facebook、Microsoft 什么公司哈，但是呢，我不教你本事，我就教你刷题，我能让你把这个题顺顺利利的全刷过了，然后你到公司里面自己学，对吧？硅谷的习惯就是刷题，刷 leak code 的，那 leak code 我这手机里面还有了，上堂课给你们说给你们发来着哈，你们可以给今天我回去你们提醒我，给你们发一下，你看看啊，就是很简单，里面都是一些算法的题，你刷吧，一模一样，每年出都一模一样，都是一模一样，然后你刷过就能过。但是现在不好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即使你能刷过你也进不去，对吧？今天的 bonus 那天我朋友给我把那数据给我发过来了，今年的这个今年 H1B 哈只有85000人，但是今年中国的留学生有多少人呢？有66万人，66万人里面抽85000个人，这85000人能抽到 H1B， H1B 是一种工作签，是3年签6年签，如果你能抽到 H1B 的话，说明你在美国可以工作3年，这个时候这个企业才有可能愿意要你，否则你没有工作签的话，他愿意要你，他要不了你，你不能在那块留着，能懂我意思吧？而且这85000人呢，最可笑的是，不光给中国人，还要给印度人，印度人占的份额好像比中国人还大。大家可能觉得中国技术人才强，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啊，在外国大家更认印度人啊，大家都觉得美国这个美国这个 CS 专业。美国这个 CS 叫 Computer Science 啊，美国的 CS 和印度的 CS 那是并驾齐驱的，那是甩中国18000里的，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说他们更喜欢印度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你刷那个题，基本上就能过，就看你刻不刻苦的问题，对吧？行了，然后我刚才说啥来着？咱们说这题对吧？说没抄错，那我这样了吧。我觉得那天我和我朋友分析完了之后吧，我觉得在国外工作挣的工资好像真没有国内高。那天我俩分析一下，你看确实哈，在国外拿的这个初薪确实是很高，初薪能拿到多少呢？能拿到$17万，$17万那是天价呀！刚开始那将近年薪百万了，对吧？但是你要刨完了之后，这个$17万就剩$8万了，$8万到手就是你刨税啊，税是50%呢 ，tax， 就是你能感觉到真是跟抢钱一样，知道吧？什么叫抢钱？美国的基础利率税，美国联邦基础利率税都在40%以上，啊，都在40%以上。就是你挣100块钱，你必须得拿40块钱给国家，啊，在中国现在这个中国的税率系统不是很发达。现在印度在11月4号的时候不是，你们关注国际新闻了吗？印度在11月4号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好玩，11月8号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哈，他们集体废钞了，就是印度这个总统叫什么名我忘了。在3个小时之内宣布，我们的钞票不管用了，你们赶紧来换吧。他换钞这个东西，听这个就是网上一些论坛在说哈，经济学家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要整改他的一个税率系统。他的税率系统和中国的这个税法系统一样的，中国税法系统极其不健全的，就是你感觉到过你在上税吗？吃东西你感觉到过你在上这个增值税吗？你住酒店什么，你感觉到这个税都和你没关系，对吧？中国的税是国家强制给企业的，就是国家跟企业说我要纳你的税，然后企业会把这部分税算到消费者身上来提高，通过提高这个物价，比如说本来卖你个冰棍是1块钱，他卖1.5，那5毛钱就是企业
从你身上把税拿走了，能懂意思吧？但是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这个 bill， 你这个给你返回这个打印单的时候，给你看着就是冰棍单价1.5块，它不会说单价1块税5毛，不会那样的。就你的税不是直接交给国家的，你是通过企业作为中转，国家催企业这个税来纳你的税的。这种机构是，这种税收体制是极其不健全的。而发达国家的税都是直接，你要出国你会知道，无论你上这个土耳其，上这个中东，上这个就地中海地区，还上哪儿，还上美国啊，包括一些印尼地区，那些个国家，你无论干什么，在中国也可以啊。中国上什么呢？中国一些五星级酒店，还得是那种高端的五星酒店，普通的五星酒店，你像什么这个喜来登啊、希尔顿，那都不行，你上那种高等的，比如说这个瑞吉、W、四季，包括这个Liz Quinton 的这种酒店是可以的。他们采取的是全美式管理，你点餐吗？可以，好，这个餐100块钱一盘菜，就是100块钱一盘菜哈，他会在下面给你单独标注的，不包括 service， 不包括 tax， 就是你这个东西，服务费另算10%，税6%，你得另上，就是100块钱吃完之后可能是116块钱，就这么回事哈。这种税叫直接向消费者征税，这个税是直接转到国家，不经过企业的。但是中国现在不敢弄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套系统肯定是健全的，不敢弄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基数太庞大了，10好几亿人，这10好几亿人还有的就是你很难保证这些老百姓都能有这种意识，都能把这个税纳到你手里，很难保证一部分人不抗议，对吧？啊，很难保证。然后后来这个印度就想大规模的整改，想来一个大跨步，结果印度的基础设施还不如中国，印度有3亿人连身份证都没有啊，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就想干这个事儿，总统着急了怎么办呢？我们想整改，明年4月份他们想落实这个新政哈，现在已经，他换钞票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把所有人一开始他们做了一个就是，那个政府说了，说你们啊，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个税法这个体制，你们呢赶紧之前，把你们的偷税漏税情况来上报，上报完之后登记，登记完之后呢，政府可以允许你少罚点款，你就交原来税的45%，你要偷税漏税你就交原来45%就行了，我就啊不追究了，不追究刑事责任，你不用坐牢，这个。法案一公布之后，9月份公布的，公布完之后没人搭理他，对吧？印度人一听，我傻呀，没事闲上你块儿报钱去了，对吧？没人去。后来这个总统急了，说：“哎，这怎么办？”那总统使一招非常损，对吧？废除你钞票，你手里拿钞票不好使了，不好使了之后怎么办？你得拿钞票换新钞票吧？你换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得登记这个钱？你得上小窗口，哎，你看我这有100万块钱，你给我换一个新的100万。然后呢，他们国家定义一个额度，比如说有20万以内的钱，他都不问，直接换给你了。20万以上的，应该问你了，钱哪来的呀？上没上过税啊？你得给我交代清楚哈。然后就开始记了，特别损这招哈。中国来下这个也挺有意思，对吧？啊，反正现在他们在整改这个事儿嘛，但是做的吧也不尽人意，因为他大跨步，中国都没敢做，他就开始玩这个事儿了。但是发达国家这个税的体制是很健全的，你像美国，为啥一个国家需要征税？征税是干嘛的？征税是一个国家政府的一个，政府靠啥挣钱啊？政府只能收税啊，政府它是不产生任何东西的，政府调控政策，通过这个底层的企业让他们去发展，企业发展好了之后，企业发展的一部分税是不是交给政府啊？政府也相当于去参与这个企业的股份了，能懂意思吧？那这个意思，所以政府必须得拿这个税去充当它的 GDP， 知道吧？充当它自己的一个收入，而它的收入有什么用呢？每年现在这个国家的政策吧，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就是我有100块钱，我就花100块钱。原来国库，中国的国库里面放的全是金子银子，对吧？现在再也不是那种时代了。原来那种金子银子，比如说能放10000亿，现在咱国家每年的支出就得在10万亿到20万亿，那钱哪来呢？现在叫信用征制，叫信用额度，花未来的钱，发售国债。比如说我发国债了，发国债之后你们得买国债吧？买完国债之后，好，买完国债之后，我每年国家通过这个国债，我给你息，你买我的国债了，我给你息，很正常。但是呢，你买我国债的钱，我拿了先花。但这个国债拿什么作为抵押呢？拿未来几年的税收作为抵押。所以现在包括银行体系，包括国家的这种债务体系，它是非常复杂的，都是在花未来的钱，都在这种东西在运行。现在你包括中国现在的赤字是260%多，就是所有老百姓的负债、国家的负债、企业的负债加起来之后，是每年 GDP 的260%。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负债率是每年创造的钱的260%。美国也没好哪儿去，美国300%多。但是这是一个国家发达的一个信号啊，在发展一个信号。你花未来钱花的越多，你不拿未来的钱建设现在的东西，你不建设越快吗？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一个赤字。这个赤字是啥？这个赤字是国债。国债虽然说不要求你现在就还这个钱，但是你得每年给它交这个息啊。你每比如说我买了中国10万元的这个国债，
那十万元国债是十年国债，十年之后国家才返还我这钱。但是这每十年他得给我息啊，每年可能给我一千，每年给我一千这个息，这个息得通过国家当前挣的钱当前就给。所以每年国家想创造多的这个收入，收多的这个税，就是为了还这个息，啊，就是为了还这个息。所以这种信用体制嘛，不断的发行国债去花未来的钱，花未来的钱，然后还息还息还息，这样国家发展的很快。就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账是清的，都是透支的，啊，都是在背债的，能懂我意思吧？就这个税肯定是越收越重的，你肯定的。国家想发展的话，你像美国现在，特朗普一当选，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怎么解决？首先把华人、把其他国家的人全部撵回去，你们回去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就业了，这是必须的哈。首先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呢，他还得加大这种，就是加大这种经济发展。加大经济发展的话，他就得搞很多这个经济建设，是吧？那个就不跟你们说了。然后首先还有一点就是，他得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得提升基础设施，因为现在美国很多地方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是50年代的，那个一个城镇一停电就半个月全停，啊，一下暴风雨就一个城镇就完了，就半个月停电停水什么，基础设施特别烂。中国境内16000公里的高铁，美国境内1公里都没有，啊，他们的钱全用来打仗了，全用来投入叙利亚、投入伊拉克了，所以投入钱非常多，基础建设特别差哈。所以这两点就导致他现在的国库储备吧，它非常非常的低，非常低怎么办？他得靠多征税啊。你多征税的话，那这事儿就好有意思了。那你就必须得想方设法，你不可能减太多的税吧？啊，你要减太多的税的话，你上哪挣钱去？所以这个税无论怎么着啊，哪个总统上任，这个税不可能跌得下去，永远都不可能。所以这40%，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最近的历史的一个底线了，未来可能还会再高了啊，可能还会再高了。这是一个税的问题。中国现在还好，但是中国有一天如果列入到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境地的话，这个税我跟你讲，你低不了，你看吧，低不了。现在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非常低，才21%，才21%，10%几，对吧？而且，换句话，有的企业根本不交税啊，对吧？根本不交税啊。要所有人都交税的话，要那么多财务公司干嘛呀？那帮财务公司不就做假账的吗？对吧？做假账给你做亏损，我亏损上什么税，对吧？每年本来每年盈利1000万，完了这个财务公司做完之后做账，这块怎么怎么支出了，那块怎么怎么支出了，这块怎么怎么亏损了。做一个跟真账一样的账往上一报，你看我们亏损，国家不补助我就不错了，我还给你交税，对吧？啊，美了你，对吧？一般都这样哈。所以那些安永啊、安然那些公司干嘛的？为什么那些学税法的，为什么那些就是学那个，比如说学会计的，学会计都干嘛的？给企业做假账的，对吧？逃税叫合理避税嘛，换句话说做假账嘛，对吧？叫合理的做假账，对吧？所以说现在美国压力很大哈，你看他们，而且美国人有个观念，他不存钱，他最恶心的地方他不存钱，知道吧？他每个人兜里的钱是很少的，他已经习惯了。国家民族体系啊，包括他建国200多年这种文化，他就是透支性的文化。我花未来钱有什么不好的？反正国家健全了呢，国家有钱，对吧？能补助啊。那兜里没钱的话，他就会乱透支，有钱他就买房子。结果你看他们每个人的负债率是很高的。你看着拿着10多万的 offer， 10多万 dollar 的 offer， 结果活的其实没有中国好，说实话没有中国好。而且他们最完蛋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可以5年之内升职、跳槽、再升职、再 double， 他们永远不可能。他们的 bonus 就是2%到3%，奖金就是2%到3%，5年之内基本上是不可能升职的。你的中国人，你一个中国人得优秀到什么程度？你得让老美去赏识你啊，很难，很难啊。但是你要印度人稍稍优秀那么一点，哎，美国人觉得哎。孺子可教也，对吧？啊，恨不得把汉语跟他说出来。你孺子可教，对吧？啊，来吧，看这道题吧，啊，看这道题吧，适当的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东西啊。看这儿啊，这题咋做啊？这题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货运算符，对吧？但这个货运算符啊，暗藏杀机哈。但这题考的挺缺心眼的，这藏完杀机之后，不管你怎么答都能答对，这是这题缺心眼的地方。但这题它不好想。这题他问啥呢？他问最后 window.fo 的值，就是它的值是啥？咱们说完这道题下课啊，它的值是啥？来，嘉庆呢？给个答案。
啥宿舍？安的完了，给问怕了，这是。来，下同学给个答案。安吉饭的。啊，行，咱看一下吧。这是啥搜索符？我吧，这咋这问题还犹豫一下呢？害怕了都，是吧？这是不是货操作符？货操作符，哎，我跟你讲啊，要这么写啊，不啊，这么写，这题就报错。就说这么写，这题就报错。首先清楚一点，这是个优先级的问题，货运算符优先级高还是等号，还是赋值符号优先级高？赋值啊，货 A 等于一，货二，哪个优先级高？是不是货？货算运算符吧，人家算运算对吧？所以你要这样写的话，这成啥？这成他俩先计算了对吧？然后再赋值了，那是坚决不可以的。这样的话，你保存刷新它报错，看到吗？报错，告诉你 reference error 不行对吧？所以说这题出的很精准，他在里面给你加了个小括号，他告诉你，哎，我给你括起来，这回你无话说了吧？啊，然后咱看啊，咋整这回？先看外面小括号对吧？外面小括号写和没写很没啥太大区别对吧？反正是计算里面的。然后呢？然后左边货和右边货是按顺序读吗？不是，先看括号，能懂我意思吧？先看括号就是先 window 点 fo 等于82了，能懂我意思吧？就是先把这个东西，他先看括号就是先会读一下这儿，先把这个82是不是先附进去，然后再看 window 点 fo， 是不是82的话是不往后读了，然后最后是 window 点 fo 等于82，对吧？这题分析顺序是这样，但这题出挺缺心眼，这题你就算往错了分析，往错了分析怎么分析？咱先看 window 点 fo 是不是undefined？ undefined 得往后看啊。我看是不是又变半了？这题分析错了，分析对都是半，对吧？所以这题缺心眼，缺心眼，这对吧？啊，但这题如果说咱去正确的理解它的话，一定是先读括号，对吧？先把82附进去，然后再算这事儿。这题吧，反正你这个东西你也别对这个公司里面这些出题的人抱有太大希望哈。出题人一半都缺心眼，我跟你说，真是一半都缺点啥？他不缺点啥，不能让他去出题，真的啊。公司里面都会觉得一些。特别靠谱的人，他出题特别靠谱，对吧？而他们认为靠谱的人都是整天大裤衩、大背心，对吧？拎个茶缸，成天敲代码，对吧？捧着电脑睡觉那种人，对吧？就是父母不支持编程，以断绝关系，对吧？孩子不支持编程，以送进孤儿院；媳妇儿不支持编程，以离婚，对吧？就这种人哈，就他们觉得，哎，这样人靠谱啊，这癫狂，对吧？所以你们出题吧，你们出题绝对有针对性，对吧？结果这帮人出题一般都是。不是类似不是类似什么精神病啊，就是变态类的题啊，一般都这样，很少能出现什么正确的题。但是有些公司也挺好，有些公司你像阿里巴巴出题吧，他们就特别好，他们什么呢？征集每一个，就是他会让每一个人都出题，我都出过题啊，他会让每一个人都想一道题出来，然后呢，说出这道题考点在哪儿，为什么，然后放到题库里面，然后各个部门的技术总监去挑，挑完之后让各个部门的技术总监每人挑一套题，然后按照部门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随机的，就是每一个部门随机出一套题来，然后阿里巴巴再给你们笔试的时候，你不一定抽的是哪个部门的题，能懂意思吧？他们都是从题库里抽的，这是很科学的啊，这是很科学的。